这个米糕蛮好的。有添加也算了。哇，葡萄，好吃。吃了，妈妈给你喝一口。棒不棒？坐过来给你吃。我可不可以去整？你不要看小看这一杯。有那个碗一碗。我刚把那碗那个倒进来，我以为杯子小一点的，结果一样的。深了，这个杯子深了。好，妈妈吃。这个黑色的什么味道？黑米糕。我尝一下，有嚼劲。这个要咬一下。它会有。它会有。你嘴巴里还有，怎么喝得下呢？那个够红的，够红的。啊，再吃口这个啊。有啊。